So today's group is called Hei Sa, or Hei Sa in the local Xi'an dialect, which both means blackhead is the name of the band. And they are a hip-hop group. And while they normally rap about their daily life here in Xi'an, they also have a song that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in this episode, which is about Xi'an local delicacies, a large source of pride for Xi'an people. So we've sat down here to enjoy this very, very traditional Xi'an meal. I have a glass of plum juice and also yang rou pao mo, which loosely translates to lamb meat soaked bread. Okay. Now, the traditional way to eat this is to break it up with your hands into very, very, very small pieces. They have machines that do this now, but local people still do it by hand. And the smaller the pieces are, the better they say it tastes. So of course, we're gonna do it by hand. Almost done. Done. Let's get some soup in this and get this show on the road, huh? Right here. So what the cooks now do is add a soup of fatty mutton. And with the increased surface area of all the bread, it soaks up a lot of the soup and basically creates a kind of porridge. So let's see how it is. You can taste the labor.这个黑茶在陕西话里边，它是陕西的一种曲艺里边的一个角色，就类似京剧里的花脸，就听起来比较有爆发力，比较狠，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这个名字叫黑茶。穿上大衣出门打个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一股香风，辣鱼要点饭论美食还得输在三秦大地，从来不去什么意大利的同济粉，好好想念一下俺们的岐山擀面皮儿， KFC 的汉堡包看价钱买的美，一个辣椒肉夹馍造不起皮的老不减肥，来根钟楼小奶糕，如果你怕热来碗春粉葫芦头，如果你怕冷干一瓶西北狼啤酒，叫一声梦不喝酒的女同志，来干杯冰峰，泡点凉粉酸菜炒米春卷老枣三元熏鸡，酸汤饺子灌汤包子，醋粉香菜多来再来点辣子，面营养多绝对很牛，裤带面臭得很挑战喉咙，凉拌面拌成肉真是劲动，凉肥面连汤带粉鸡里馋嘴，岐山面臊子多里是有酒，酸菜面有点辣小心舌头，炸酱面燃一点吃不了再兜着走，荞面胡萝卜脯子洋芋擦擦，现在这时代提倡粮食要吃杂，韭菜盒子八宝辣子锅盔鸭子，你吃完一定止不住狂流哈喇子，槐花米饭丝子饼桂花稠酒，春夏秋冬在老山都有个好胃口，炸油馍天津糕还有粉蒸肉，东南西北来的客人都舍不得走，走伙计们一起吃三秦美食，共同推广在地陕西小吃，走姑娘们一起吃三秦美食，共同发扬在地陕西小吃，走伙计们一起吃三秦美食，共同推广在地陕西小吃，走姑娘们一起吃三秦美食，共同发扬在地陕西小吃，牛羊肉
牛泡馍，是在西安的经典传统。要想去里哈，我可讲究的增缩，馍要自己掰，还得配上辣酱、糖、酸，料中味中肉烂汤浓，还有脑胃功能。早饭要去鸡蛋饼、胡辣汤跟豆腐脑，再来一个油饼、两个菜盒、三根油条。中午吃饭再可一定要吃饱，电火锅到竹园或者海底捞。晚上可以去东兴街，饺子、卷饼、椰子鸡，10块钱一趟，花样我可真不少。千万别忘了烤肉、烤鱼要花顺度，什么夏威田螺、口条、耳朵也都放开棱角。美门的爹，你走美门的爹，陕西美食真是聊咋咧，首府过瘾简直忒的很，真不愧老祖先设十色新野。美门的爹，你走美门的爹，人是铁，粉是钢，吃饱喝足来玩汤。做工地道，便宜实惠味道香，就是神仙再也不想当。走，伙计们一起吃陕西美食，共同推广在地陕西小吃。走，姑娘们一起吃陕西美食，共同发扬在地陕西小吃。走，伙计们一起吃陕西美食，共同推广在地陕西小吃。走，姑娘们一起吃陕西美食，共同发扬在地陕西小吃。陕西的美食它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是小吃特别多，像比较我们歌里头代表性的几个牛羊肉泡馍，然后有擀面皮儿、肉夹馍等等等等，都是在全国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然后面食非常多，它的小吃的特点就是我觉得都挺顶饱的那种，就是吃完以后大家能吃得很实在，然后而且价钱也不是很贵。其实最早喜欢说唱音乐大概是2002年左右吧，然后可能听一些国外的一些黑人的说唱音乐，然后可能就觉得这种音乐形式它非常非常真实，就是你就不用受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歌词也可以写得很长，可以很真实的表达内心的那种感受吧。然后后来就自己开始尝试写说唱这种音乐的歌词，然后一直到有黑撒这个乐队的时候，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就是唱我们陕西西安人自己身边真实的故事，同时又能用陕西方言来唱，所以我觉得它就是结合到一起的话，我们就觉得它是我们真实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我们身边的生活，我们最想表达的东西。我教大家一个陕西话叫忒塞，忒塞的意思就是用普通话说就是特别好，特别棒。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经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一个碰撞的这么一个地方吧，然后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交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人来说，就是它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可能对于就是做音乐创作的人来说，它也是一个给人灵感很多的一个地方。可能我们每天生活在这儿，就像特别是像南门或者钟楼这样的地方，可能一边就是大商场，然后有繁华的车流，然后另背面呢可能就是一个很早很早以前的古建筑，名胜古迹。我觉得秦始皇如果参加 battle 的话一定很厉害，就是因为他气场很足，就 battle 的时候我觉得一个选手是不是厉害，首先一点就是他站在那儿，他的气势要把他的对手压住。秦始皇是一个很霸气的人，我觉得谁站在他面前估计都张不开口了。